战争之矛，和平之盾，兵器世界，观古论今。大家好，我是罗旭，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军事专家卢奇兵老师以及刘晓峰老师啊，欢迎二位。从2021年秋季开始啊，位于东欧的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就一直非常不平静，大量的中东难民试图通过波白边境，导致附近地区局势升温。而波兰呢，甚至把坦克部署到了这一地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短片。2021年10月27日，白俄罗斯总统在视察格罗德诺州时称，波兰陆军的德制豹二坦克已经被部署到了波兰与白俄罗斯的边境上。据白俄罗斯电视台消息，波兰国防部长早些时候命令第十装甲骑兵旅部署到距离白俄罗斯布列斯特45公里的比亚瓦波德拉斯卡市。资料显示，目前波兰陆军拥有142辆豹二 A 四和105辆豹二 A 五主战坦克，还向美国订购了最新改进的 M 一 A 二主战坦克。而白俄罗斯的装甲部队仍以苏联时代制造的装备为主，包括特七二系列主战坦克。目前，白俄罗斯正在推动将特七二坦克升级到特七二 B 三的工作。刚才的短片为我们回顾了在2021年10月底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而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波兰和白俄罗斯两国目前所装备的主战坦克。两位专家老师怎么评价坦克呢？卢老师，豹二 A 五啊是德国的一个很典型的车啊。要说起波兰的这批车，还有个故事讲。这批波兰从德国买的这些坦克，是德国清仓卖给他的。清仓卖给波兰的。2002年，波兰用2.2亿美元买了德国的250辆坦克。其中100多辆的豹二 A 四，100多辆的豹二 A 五，波兰是高兴得很，去接车才发现80%的车都有故障。实事求是的讲，这批车的豹二 A 四的质量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波兰现在正在自己准备自己给它改成豹二 PAL。小峰老师，您怎么评价？波兰这边完全是吓唬人，就是外强中干。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凭着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关系来讲，如果两边开战了，白俄罗斯这边将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特七二坦克的零备件，所以他的坦克打坏了能马上就修好。可是豹二坦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零部件即便波兰把它拆下来，在自己国内也很难生产。就是如果真的开战了，那么波兰很有可能因为零部件断供造成大量坦克趴窝上不去。谁好不好不重要，谁在战场上能够大量使用才是最重要的。豹二系列和这个特七二系列呢，可以说都属于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的坦克型号了。如今在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带很有可能狭路相逢，那么如果狭路相逢，谁的赢面更大呢？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从坦克的三大经典维度防护、机动、火力来比较一下豹二 A5 和特七二 B3 这两款坦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防护方面。早期的豹二主要采用高强度钢和间隙装甲结构，结合大倾角设计，能够满足在一定距离上防御105毫米脱壳穿甲弹的要求。从豹二 A4 开始，安装了自动灭火装置，并且引入了类似英国乔巴姆装甲的陶瓷复合装甲。这种装甲的结构类似于三明治，在两层又硬又韧的合金装甲钢中间是几层块状的氧化铝、氧化锆等陶瓷材料，硬度很高，特别是在高温冲击下，防护能力是钢的数倍。但这种复合装甲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等动能弹药的防护效果就没有那么高了。从豹二 A5 开始，德国人在炮塔前方和两侧安装了巨大的楔形间隙装甲，内部含有两层装甲板，
这对于破甲弹和穿甲弹都能提高防御能力。特七二主战坦克的最早期型号仍然采用均质钢装甲，从特七二 B 开始采用了早期型的复合装甲，主要由多层的钢板、橡胶等材料组成。在穿甲弹弹芯或者破甲弹的金属射流穿透它们时，由于材料硬度不同，它们会产生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变形，结果使弹芯、金属射流的穿透路径产生弯折，降低其穿甲效果，甚至使穿甲弹弹芯折断，金属射流被打断，降低穿甲弹金属射流的威力。在升级到特七二 B 三后，加装了接触五型爆炸反应装甲，在最新型号特七二 B 三 M 上，甚至采用了名为化石的第三代爆炸反应装甲，大幅提高了防御破甲弹的能力。好，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豹二 A 五和特七二 B 三的装甲防护能力，可以说各有千秋。卢老师，您怎么看他们的装甲防护力？豹二 A 五和豹二 A 四的发展，它的重点就是它的防护。豹二 A 五为了防止碎甲弹杀伤乘员，它在炮塔内部增加了衬层，这个是其他坦克没有的。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豹二 A 五它的裙板装甲也和其他的坦克完全不一样，它是一层复合的装甲层。这样的话呢，它就使它的行动部分、传动部分得到良好的保证。所以应该讲，豹二 A 五它的防御性，我们讲够用。那特七二 B 三呢？特七二 B 三，我觉得就是这个反应装甲从接触一到接触五不断的发展，到现在能够防得住这个串联式战斗部了。俄罗斯它的接触五现在已经可以装到特七二坦克上了。接触五是怎么防？就是它里面只设置几层，就是几次爆炸。这几次爆炸呢是有严格的配合的，比如第一次爆炸先让来袭的弹减速，然后第二层爆炸让它转变方向，再往后每次爆炸让它转变一点方向，等到对方的这个弹后面的战斗部释放能量的时候，它方向已经偏了，所以你不管后面有多少战斗部，我都让你的能量释放到空气当中去。所以通过刚才两位老师的分析呢，我们可能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拥有爆炸反应装甲的特七二 B 三在防护力上可能比这批豹二 A 五要更胜一筹啊。当然我们知道加装这些沉重的附加装甲，坦克的机动性必然会受到影响。那么特七二 B 三是否会因此在机动性方面输给豹二 A 五呢？我们接着看短片。虽然豹二的装甲防护和火力一直在不断升级换代，但其机动性能从开始服役至今却没有什么改变。豹二坦克的动力装置是一台 MTU 公司研制的 MB873KA501 型12缸液冷双涡轮增压柴油机，最大功率1479马力，具有体积小、功率高、燃油经济性好的特点。搭配伦克公司生产的自动变速箱，能使战斗全重接近60吨的豹二 A 五在公路上的最大速度达72千米每小时，最大公路行程为500千米。早期型特七二主战坦克的动力装置是一台840马力的液冷机械增压柴油机，虽然发动机功率远不如豹二，但特七二 B 的战斗全重只有44.5吨，因此最高速度能达到60至75千米每小时，最大行程460千米。特七二 B 三的早期型号和白俄罗斯的特七二 BME 保留了840马力发动机，而最新的特七二 B 三 M 换装了特90MS 坦克上使用的1130马力的 V92S2F 型发动机。在2019年的坦克两项比赛上，驾驶特七二 B 三 M 参赛的俄罗斯车组，在凹凸不平的赛道上跑出了84千米每小时的惊人速度。
不过参赛的这辆坦克为了标出好成绩，拆除了裙板、附加装甲和大量其他设备。那么两位老师如何评价这两款坦克的机动性能？卢老师，要说到机动性能，那是豹二系列坦克的亮点和它的长处了。豹二系列坦克这几年一直在改进，但是这40年来唯一没有动的就是它的机动性。为什么呢？它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发动机，有一套非常好的传动系统和变速系统。那么它先进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坦克从0到30公里的速度6秒，0到32千米加速度就是6秒。对对对。然后呢，在65公里的高速下制动停车3秒。所以有一个视频啊，就是一群德国人站在前头，豹二高速奔驰到前头，一脚踩死。所以呢，整体说明豹二系列包括它的 A5 它的这种发动机的先进性。特效二 B3 怎么评价？看短片里说德国好像它做出了更高马力发动机，这个俄罗斯的特效好像小一点。坦克发动机的先进与否绝不是看它的动力最大的输出功率是多少，因为动力输出功率大的发动机有一个通病，就是它的喘振会大，喘振大了以后整个车体的寿命还有车辆连接件的寿命包括它上面电子设备都会受影响。要从坦克的总体的设计的需求，它到底需要多少马力能实现作战的要求指标。哎，好，在机动性方面的比拼呢，总结下来豹二胜在底子好，而特切2 B3 经过大幅的改进呢，似乎两者其实相差并不大，都属于机动性比较强大的主战坦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两款坦克在火力方面的实力比拼。豹二 A5 坦克的主炮是一门莱茵金属公司制造的120毫米 L44 滑膛炮，采用电扎重熔钢制造，可承受661兆帕的膛压。发射 DM33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炮口初速可达1650米每秒。豹二坦克能在高速行进中稳稳地用炮口拖住一杯啤酒。它的火炮稳定系统也因此而闻名。豹二 A5 的火控系统包括具有昼夜观测能力的车长瞄准镜，包含激光测距仪和热成像仪的稳定式炮长潜望瞄准镜，并与电子火控计算机相连，可以让豹二 A5 在行进中与5000米范围内的移动目标交战。豹二 A5 车内共有42发炮弹，不过与许多同时期的西方第三代主战坦克一样，豹二并未安装自动装弹机，而是由装填手手动装弹。特切二系列主战坦克的主炮为一门125毫米 2A46M 滑膛炮，身管长6米，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可承受650兆帕的膛压，炮口初速可达1715至1800米每秒。特切二 B3 着重升级了火控系统，换装了新的炮长瞄准镜，它有适用于昼间和夜间的热成像光学通道，并配备了自动目标跟踪系统、丹麦冲激光测距仪、大气传感器和数字式弹道计算机。特切二还配备了自动装弹机，旋转式输弹机中的炮弹和发射药分别存放在输弹机的下层和上层，由驱动电机将所需弹种转至提升机提升位置，再由提升机将炮弹和发射药提升至火炮后方，接着由推弹机分别将炮弹和发射药推入膛内，可以使主炮的射速达到每分钟8发。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看到特切二 B3 在主炮口径、射速上会更胜一筹，而豹二的火控系统看起来更先进一些，尤其是
炮管端啤酒这样的画面啊，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啊。两位老师对此怎么看？罗老师，所谓火控系统好，首先叫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命中，你这个是它的真正的目的。首先它的观察，它的观瞄系统，那么豹二 A5 它就有比较先进的这种指挥式的猎潜先进的这种观瞄系统，过去都是用瞄准镜来观瞄，过去是炮长来发现来打，现在是车长有一同样一套系统，它可以先敌发现，发现之后不用炮长去摇炮，它自己一点炮就过来了。第二，豹二 A5 有先进的激光测距系统，它是二氧化碳激光，是脉冲式，过去的激光碰到雾碰到沙尘打不过去，它是脉冲激光，所以就是有雾有沙尘它照样能打出去，同时它的激光测距能测到10公里，而且10公里之内误差不在20米，而且豹二 A5 它还有先进的这个火控系统，在哪儿呢？它叫多点控制，包括 GPS 包括激光，几个点同时去发现一个点，然后用计算机把它合成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准，不但是准，而且在高速行驶中自动发现，发现几个目标之后锁定其中对我危险最大的，而后消灭，然后自动转向对我威胁第二的，自动跟踪，同时它所有的修正全是靠计算机。那么这一套火控系统应该讲豹二 A5 是比较先进的。好，另外刚才的短片当中有一个细节，我们看到特切尔坦克上的炮弹呢，它的这个弹丸和发射药是分开放置的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是为了满足它的装弹机的尺寸，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它用的是自动装弹机，你比如西方坦克要求的先敌发现先敌打击先敌开火先敌摧毁，那么它可以一炮命中。为什么一炮命中？因为它虽然是120毫米口径的弹，但是它的威力较强，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要求的是可能我第一炮打不中，那我就要求再迅速开第二炮，这时候我就必须要上自动装弹机，想上自动装弹机的话，那么我这个炮弹啊尺寸太长了，在车体里放不下怎么办呢？把它截成两段，分装式弹药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筒和副药筒之间啊它会有一个几毫米的间隙，是这个是避免不了的，而就这几毫米间隙严重的损害了这发射药的燃烧效能。所以我们看如果俄罗斯想追平这个西方坦克炮，他就必须给自己的火炮加大口径，加大口径加大装药量，来弥补中间这个间隙还有自己本身配方造成的燃烧效能的不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特切尔 B3 它这种分装式弹药就不如德国的这个整装式好呢？俄罗斯分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俄罗斯用的是125的炮，这个炮如果现在把它的弹丸和它的药筒全加起来，弹丸大概有70公分长，药筒大概有50公分长，那么加起来就将近1米2。125它的弹丸重不一样啊，就它的弹丸如果是穿甲弹22公斤，如果是榴弹30多公斤，加上药筒20多公斤，也就是说，如果它是整装的话，第一，一个1米2的长炮弹，谁捧得起来？怎么不是？它就是在空间里，它抡不开，没法去装。第二，如果它是仅仅是这个穿甲弹，全重57公斤；如果是榴弹，就杀伤爆破弹，更沉呐，60多公斤，谁能把它抬得起来？所以俄罗斯它不得不把这个弹分成两截，所以它只能去分装。那么很多人就讲，西方坦克为什么不搞自动装弹机？第一个，120就是120的这个滑膛炮，它的弹长892毫米，整弹35公斤，而且它不到1米嘛，它的空间也足够。更重要的是，那么你把它一分装，它的弹芯啊它就短了，弹芯长度直接决定它的穿身。对，那么它要分装了呢，它的弹芯长只不能超过45公分，
因为整弹才70公分嘛。那么穿甲弹能穿甲的原因和因素四个：速度、质量、形状、材质。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质量和材质。肯定45公分的这弹芯和70公分的弹芯，那肯定70公分的弹芯穿甲能力强。所以西方坦克为了保持它的穿甲的性能，它就是整装，而125因为它是125炮，所以它只能把它分装。即便我的长径比稍微比西方差一点，但是我多装药还能获得更大的初速，靠动能来弥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从坦克的三大经典维度为您解读了波兰陆军目前装备的德制豹二 A5 主战坦克，以及白俄罗斯目前战力最强的特切尔 B3 主战坦克。不过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短评当中也提到了，波兰方面已经向美国订购了250辆埃布拉姆斯家族最新型的 MEA2C 主战坦克，估计此举会让白俄罗斯方面的特切尔 B3 感觉压力不小。而对于东欧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啊，也谢谢各位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